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恐龙绝灭于全球性的火山喷发吗？我们都知道，火山和地震都是因为地壳的频繁运动所造成的。科学家们发现，在白垩纪晚期，地壳活动进入了活跃期，可怕的火山、地震经常发生。这期间，由于地壳的活动，陆地面积变大，大西洋不断扩张，太平洋相对缩小。科学家们认为，这对恐龙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突然变化的地理环境和空气环境使得恐龙们难以生存，尽管当时的他们是地球的霸主，但是依旧难以敌过大自然。后来虽然地球环境恢复了正常，但是许多恐龙早已在这场灾难中消失，曾经称霸地球的恐龙也都全部灭绝了。这就是科学家们为了解释恐龙灭绝所提出的火山爆发说。恐龙会游泳吗？关注秒懂少儿微信公众号，回复恐龙获取答案。